各位南投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冠，欢迎收看今仔日四月七八的南投新闻。南投县长林明进、高雄市长韩国瑜和立法委员柯淑华，伫咧七号下晡，拢来到南投市的三平宫，参加敬天上帝圣诞庆典的圣诞征文布库素材大发挥。伫咧活动当中，也做过来主持开箱和开斋库的仪式，吸引到现场满满人潮前来投资。两位县市长也共同表示，南投和高雄将会做过来合作，为农业等产业打通路，将过外销出去。尤其有美女啊，第二个节目叫有名，三上名片，哎。古历三月七三是先天上帝圣诞的日子，南投县长林明进、高雄市长韩国瑜、甲立法委员柯淑华是做伙到南投市三平宫开箱，替上帝讲祝寿。大家补财库，会不会希望台湾人大家一起赚钱、啊？当然了、啊，这两三年台湾好多民众过得好辛苦、啊、要赚钱越来越困难，而且呢，好像感觉整个台湾岛都要被锁起来了，外交关系不顺畅，两岸关系也急速冷冻，那留在整个台湾的越来越少，大家当然会恐慌，赚钱这么的辛苦，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未来台湾人民能够经济发展的越来越棒。我们玄天上帝的圣诞啊，今日因为要庆祝着咱底下讲的圣诞，咱特别邀请着咱高雄市长韩国瑜以及着咱南投县的林县长，甲咱各级的贵宾共同来为咱啊底下讲来祝寿。当时啊，我们韩市长在竞选的时候啊，冇来甲底下讲谢吼，可以当顺势来当选啊高雄市长，所以今日啊是咱的底下讲的生日啦，啊韩市长特地哦来遮吼，甲底下讲祭拜，是那个答谢吼。透过开斋酷仪式，大家做伙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平安以外，也希望庇佑人民会当赚大钱。两位县市长嘛强调，将来一定有真侪合作的机会，将会做伙将南投甲高雄的农渔产来行销出去。大家钱赚饱饱吼，生活过得都幸福，所以我们希望啊，韩市长啊，跟我们南投县啊有还有很多合作的空间呐、啊，我们希望啊能够啊大家共同努力。为台湾的经济，为咱台湾的老百姓啊，共同打拼啊，创造更好的商机。咱某一个开斋课的活动，啊，尤其咧，咱看到讲咱高雄市长伫即摆伫咱高雄市的经济发展咧，当讲带来着咱很多庶民经济的发展。那很多的乡亲呢，也希望说，不只是高雄发大财，如果我们全台湾也可以发大财，那是更好的事情。位伫南投市八卦山的三兴宫。登记以来是地方的信用中心，即处办理吉安祝寿、圣诞专文、包括素材大发挥，嘛，让所有信徒拢感觉更加安心，祈福伫新的一年会当平安顺遂、财运大开。记者陈信昌报道。